今夕分黛一人，渐渐变路人。安妮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。淑媛，把衣服披好。谁人默默听闻？爱过一梦红尘，花无沉蝶轻摆凋零我自然。 一共无非错对，才梦我是被算计的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我出宫是为了找白信食材。别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我总提醒你小心这，小心那。 没想到最后还是自己害了你。我没有以前那样风光了。谁说的？因为我不是太子。哎，如果我爱一个男人，要是看不顺眼，是太子我也不嫁。 要是看得顺眼，是太子我也敢嫁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想当太子妃吗？当然有例外。刚被废的太子算吗？ 能提供粗茶淡饭、布衣蔬食吗？你这个女人胃口真大，要求真多。一碗白米饭，不能再少了。数你最能吃。 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？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星辰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。
绝口不提悔恨。一笑一尘缘，一岁一麦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你。对我而言，你就是全世界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跟着我一道同门。舒扬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是，所以啊，你可得好生待我。看流年推向水晶风行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皇兄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虽然给祖母请安了，这是您爱吃的毛尾草莓，好些吗，婶子？皇上，国事繁忙，不必每天都过来看哀家。哀家心里清楚，大限将至。祖母啊，您可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，您呐，一定会福寿延年。哀家听说皇上把太子废黜一事了，皇上此事做得欠妥呀。祖母啊，您可切莫再为此事思虑了。这个应仁啊，朕做出此类举动也是情非得已啊。哀家是这么看的，太子自幼背立，阿哥中不服之人素来有之。皇上此举恰恰让那些有心的人对太子之位有了觊觎之心，这是大忌呀。朕明白。孙儿记得被立皇帝时，比如今的太子更为年幼。为了巩固政权，一路上皇祖母辅佐，即便是如此，也是步步尽心，谨言慎行。那把龙椅能坐上它，皇祖母啊，您就放心吧，孙儿心里知道了。且先看看应仁的表现，福利之事朕定会思量。宁书媛，侄郡王满府进安。你又来看胤仍是吗？他现在已然是戴罪之身，若是传了出去，你无疑是自毁前程。谢侄郡王提醒，可前程二字对婢女来说微不足道。二阿哥素来待我不薄，滴水之恩
当以涌泉相报。如今二阿哥落魄，于情于理，婢女都不应该弃他于不顾。执郡王，您说对吗？若执郡王没有其他事情，婢女就先进去了。执郡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不准你去看他。婢女去与不去，与执郡王何干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婢女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，不能进去探望二阿哥？淑媛，你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本王对你的心思，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回王爷，婢女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你。胤仍现在已然被废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无疑是葬送自己的幸福和前程。你若肯嫁给我，我即刻立你为妃。执郡王，此话甚是可笑。婢女自问素来与执郡王毫无交流，不知为何王爷今天如此轻浮，还请王爷自重。太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原来大哥一直想在我倒台之后抢走年书园，难怪会不念及兄弟之情，联名上书弹劾我。二弟，你说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。是皇阿玛废了你的太子之位，与我有何关系？我不过是巨石参奏，灵甫坚守自盗，谁知道你竟与他暗中勾结？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编造出那么多罪状出来吧？倒是二弟，为了讨年书媛欢心，不择手段的命人去偷容县妹妹的嫁妆，做出这种不知廉耻龌龊的事情，真叫人恶心。别冲动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娘娘，真的没必要，别。不管了，来啊！太子，好啊！太子，二哥，冷静一点。冷静？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我们的大哥，在这个时候动手打人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激化矛盾。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你可以管不了这么多，但你是不是要为年书媛考虑一下？我只希望你们兄弟之间不要再起任何波澜，若事情还是因我而起，书媛更加无法担待。你担待得起担待不起，我已经为你挨了他两拳了。今天这一拳我会记下的。知郡王，此事因我而起，理应由婢女受罚。罚？罚你有何用？淑媛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想清楚，为了他这种男人，值得吗？哎，好了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在这个时候，要为大局考虑，你要想到你的处境。你要想到你自己，想到你的爱人。但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他欺负我心爱的女人啊。是你的女人谁都争不走，不是你的强求也没有用。太子，你听我说这件事情。我不知为何你永远都如此冲动。理智一些。淑媛，你说你为何要打人呢？他那样对你，就该挨打呀。就算他不对，你也不能动手打人。
这样就会变成你不对了。年书员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应该打人。处理这样的问题，不能用这个，要用这儿。你可曾想过，若是你把大阿哥打出什么好歹来，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？你又把自己置于什么样的境地了？那种情况下，我哪能想那么多？你已经不是太子了，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了。为所欲为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？就算是为了他，你都不应该为所欲为。二位听我一句劝，二哥之所以会动手打人，无外乎两个字，在乎。在乎的是谁？在乎的是你年书员，所以二哥才会为你出手打人。而年书员呢，之所以会对大阿哥横眉冷对，对二哥百般袒护，也不外乎两个字，在乎。那既然二哥如此的在乎年书员，年书员又如此的在乎二哥，而我呢又如此的在乎二位，那我们更应该互相理解，互相帮助，团结友爱。来，二位。是解决的办法，没错。目前来看，这个幕后之人对二哥还有对皇阿玛十分的了解。对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偏偏就在十八阿哥病危的时候，我也中了毒，此事背后定有蹊跷。书媛说的对，这样，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调查清楚。多谢四阿哥。大家都知道，四阿哥素来与世无争，不愿卷入纷扰，这次甘愿为了我们冒着风险卷入其中，不知为何。因为在乎。我希望二哥可以早日回到太子之位上。四弟，你的恩情感激不尽。二哥，这么说就见外了。在乎，来坐吧，吃点东西。来，吃东西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平身吧。儿臣参见皇阿玛。起来吧。皇上来得如此突然，臣妾马上吩咐下人准备御膳。啊，朕已经用过膳了，只是路过这里，对爱妃有些挂念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臣妾感谢皇上的惦记。应氏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皇阿玛恕罪，儿臣现在不便直面圣言。把手拿开，拿开，朕看看。额娘。皇上，你要为胤氏做主啊。额娘不要说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胤氏的脸确实是被二阿哥所伤。胤氏啊，果真是胤氏所伤？儿臣不敢欺瞒皇阿玛，是二弟所伤。胤仁为何事要伤你啊？
皇阿玛千万不要责罚二弟。皇阿玛知道的，二弟向来行事冲动，感情用事又不计后果，儿臣今日与年书员在门前巧遇，便寒暄了几句，正打算一同进去探望，不料惹来他的妒忌，一拳将儿臣打倒在地。皇上，简直是胡闹！皇上，请您替臣妾做主啊！梁景公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从即日起，罚应仍，喂养马匹，任何人不许代替，违者斩。这，皇上，今儿个天也不早了，是不是等明日再说？啊，皇上！不，即刻去办。啊，对了，让太医顺便拿些药来。这。好臭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，把我把马给喂了。二阿哥，这皇上下命令了，若有人敢帮你，定斩不饶啊！现在没外人，赶快帮我把马给喂了。您就别为难小人了，是不是连本太子的话你都不听啊？赶快帮我喂马。二弟好。帝情衣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就是笑话！你自幼被立为太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处事乖张，专横霸道，霸占了皇阿玛多少的宠爱，你可曾想过分给过我们？做不做太子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你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恩宠，我才是皇长子。就因为你是嫡出大阿哥，凭你的资质，太子你也配？这么说你是要跟我抢啊？抢？抢什么？抢你的太子之位啊？还是皇阿玛的恩宠啊？反正你都抢不到，越抢你越是得不到。得得到得不到就不劳烦您费心了。眼见他起出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听兄弟一句劝，好生的待在这儿，安命于此，这就是你的命。快点喂马，这些马还等着你洗。朕的这些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，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有时候朕都猜不透他们到底想些什么。朕
心里有愧呀。奴才伺候皇上多年，知道皇上每天为这些阿哥们是殚精竭虑，皇上已经做到了一个阿哥该做的一切。可怕的是在皇位与权力面前，这所谓的手足之情显得微不足道啊。皇上，这阿哥们自小每天在一起读书习字，感情一定是有的呀。加上皇上您教子有方，后宫娘娘们又个个贤良淑德，相信这些阿哥们不会因为那皇权而放弃手足之情啊。但愿吧。猪豆染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九公啊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务必选定太子事务人选，以免夜叉梦多。皇上心中可有人选？朕的这些孩子们，大阿哥虽然战功累累，可是野心太大；三阿哥品质优良，要与太子交好，但是资质平庸；四阿哥呢，稳重，却又淡泊名利。啊，还有八阿哥，八阿哥倒是天资聪慧，乐善好施啊，外头的名声也很好。是。可是，九公啊，你帮朕想想，太子之位，到底主意哪位阿哥啊？哎呀，皇上，奴才哪敢妄测圣意啊！你呀，其实心里啊跟明镜似的。呦呦，皇上！啊，三阿哥虽然资质平庸，但是与太子交好。选定他之后，也不妨试试其他几位阿哥是否有夺嫡之心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你只会皇上英明。呦呦呦啊，九公啊，你可知当皇上是什么滋味啊？哎呦，万岁爷，您这可是折煞奴才了，奴才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啊。朕来告诉你，是寂寞，无尽的寂寞。看看这高高的皇宫墙，像天罗地网一般将你我囚禁在其中，而朕的一生呢，就被囚禁在这龙椅之上。哎，皇上，伞，皇上。曾祖母，这是专门为您祈福的佛经，等您把这里面每一个字读完啊，您的病就会好起来了。等您的病好了，曾孙儿再去陪您逛御花园。好。皇上驾到。儿臣参见皇阿玛。平身吧。皇祖母啊，好些吗？好些了。皇上，你看，胤祉孝顺，带来手抄佛经给哀家祈福。好啊，难得皇祖母如此高兴。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？回皇阿玛，儿臣什么赏赐也不要。其实这份佛经是二哥亲手所写的，二哥听闻曾祖母病重，连夜手抄佛经，托儿臣带给曾祖母。皇上，胤禛在受罚之时还不忘哀家，看在他为哀家手抄佛经的份上，原谅他吧。啊，皇阿玛，儿臣知道你很疼爱十八弟，但是儿臣与二哥一同长大，他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更何况
小十八与二哥的关系，想必皇阿玛你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二哥又怎会在小十八病危之际出宫去那种风月场所呢？儿臣还请皇阿玛能够明察。胭脂啊，若是你敢说应仍是被陷害的，那朕现在就教你一个任务，由你去查清楚，有任何消息上报给朕。儿臣谢皇阿玛，儿臣替二哥谢皇阿玛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小姐，累了吧？喝点茶。嗯，还有奴婢帮您准备的点心。杜鹃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昏迷之前吃的就是你送给我的糕点。小姐，您一定要相信奴婢啊，奴婢是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小姐的任何事情。小姐，您要是不相信奴婢，奴婢愿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哎呀，你瞎想什么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嗯，过来。你跟我情同姐妹，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啊？我是说，这个点心。点心？嗯，点心是奴婢从御膳房直接端回来的。那就奇怪了。在路上，我遇到了贺兰小姐。贺兰小姐和司竹说在找玉佩，司竹让奴婢帮忙一起找。杜鹃，我家小姐玉佩丢了，你帮我们一起找一下吧。好，奴婢就把点心放一旁，帮他们一起找玉佩。可是不一会儿，四周就说找到了。小姐，玉佩找到了。啊，他们就走了，奴婢就端着点心回来了。你确定最后见到的是贺兰姐姐？对，就是贺兰小姐。我想这点心肯定是的。莫非是他？年小主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情是分带一人，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。幽怨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，爱过一抹红尘。花舞成蝶，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盆。一路人生，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，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，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，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
花无成蝶，轻摆凋零我自然，地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言论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分，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，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，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